台中市长千金胡志强的这个千金呢，胡婷婷嫁了，不过她的新婚夫婿呢，乐团歌手夏立欧却因为合约的纠纷遭到判赔2244万元，因为迟迟没有赔款，去年底呢宣告破产。不过现在有网友揶揄，难道胡志强要帮他付违约金吗？因为根据了胡志强在前年向监察院所申报的财产，光是存款就有2485万。不过对此呢，夏立欧所属的乐团 Solar 只强调破产没有影响到结婚的心情。